从骑楼底跌落嚟嘅石屎碎片，事后被摆咗入纸箱入边。现场所见，岩缝底大约半米乘半米嘅石屎跌咗落嚟，碎片散落喺巴士站地面。警方将嗰度嘅行人路封闭，四条巴士线嘅车站稍为移后。现场喺深水埗荔枝角道322号一栋唐楼。礼拜六朝早8点几，警方接报大厦一楼嘅岩缝底有石屎跌咗落嚟，好彩冇击伤途人。